加里，加子，大家好，早。今日呢，头一次，台语无啥会练断，但是可能爱用一个北京语来掺一下吼。若是北京语有的人感觉讲啊，迄歹听啦，来忍受一下。啊，我是原住民，叫萨凯。啊，有人讲萨凯啊，要安那念啊，歹念，对不对？我见足简单，一拜两拜，萨凯绝对会成。恁今日来遮上课。头一摆无啥了解，无要紧。第二次搁来一摆，第三次绝对是变成安怎专家，这就是爱互相鼓励，对不对？好，谢谢。今日天气昨暝嘛足寒，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手举起来一下，咱来较出力一下。你要看咱的面，有感觉无？啥物感觉会当甲我讲无？较大声啊！小小表示你够晏啊！在西亚讲哦，有烧呢，表示我咱今日在西亚啊，我会当喘气，是毋是非常快乐的代志啊？对，转起来，咱西来西去，西到遮来，咱就足无助的。台湾毋知要安怎行，吼、哦，咱都烦恼卡。为人烦恼到白，头毛拢白啊！我即摆嘛头毛拢白啊！当期拢嘛是认真拍拼，为着台湾努力拍拼，结果啊，郁卒失望，毋知要安怎行。到尾啊，十得来，我就动起来，休困啊，咱来闭关啊！啊，台湾啊无帮啊，讲啊台湾独立，台湾到尾啊会有独立无？无吼。咱上课时都知影吼，为什么无独立？啊，有人知无？知吼。今日来到这，最主要，咱爱认物。啊，我徛伫这，我也感觉讲真理。吼，大家拢知影，真理它是人的东西，但是它会教导你冷静清楚。有一个法理的论述，看个足明足清的，安尼咱行路就袂安尼停，袂安尼摇摇晃晃。那个认真拍拼往向前行的时，我们看见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在那边思考，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因为今嘛当时雄雄叫我爱的都要喝时间中调整，叫我去谈。我有准备一个，这准备本来就是讲，我既然来这上课。哦，我上课，上课了的是，我毋茫讲，我所得到的，爱做一个分享，分享给啥物人？咱的楼顶、楼卡、边仔的，哈、哦，邻居朋友，哈、哦，咱有享受到，咱有看到，讲啊，台湾论述真正的是让我们带到成功的途径，来完成我们多年来的心愿。所以因此我就讲设计一个、哦、我想问讲这边家想要用这种方法足简单的论述、啊、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经过这种的教育我当然今天我是不要说这个因为专家都有、哦、我是要分享、啊、我们是在这个政治的练习中这个阶段、啊啊、我是原住民我可怜都要加强我们原住民的这个角度为什么就这时代选举的时候原住民怎么样全胜你知道吗全胜者都支持一下流亡政府而、啊、奇怪呢大家都有出来说我怎么没有生活津贴我怎么没有那个会爱呢不是说不爱呢但要投票的时候说很奇怪啊伊嘛是安尼全啊、哦，这个全面得胜安尼啦，全面拢是拢算啊，这种就是一个疑问。我们人的处境往往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呢，我会到这里说，刚才我讲的真理，它是冷的，但是清楚的。哈、哦，真理它是冷的，它是清楚的，但是呢，
我们若是没有法理做我们的根据，我们就会模糊。但是真理呢，若没有爱，它也不行。爱是热的，爱是叫人迷糊啊，知道哈、哦？爱很多角处嘛哈、哦。我有男女朋友，哎呀，你爱我，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有一摆，有一个一对哈、哦、啊情侣，他到那个啊这船，他就告诉他的那个女朋友，哎，你看海多深，我也爱，都比这海够深啊呢，你看。天空都蓝多高，我的爱就是如此啊。那个女孩子呢就在那旁旁靠后、哦、我的男朋友这么爱我，没多好，那个船啊触礁啊，那个船长马上就鸣个喇叭说已经要弃船了哈、哦、哎呀要逃生呢、啊、那个女孩子还抱着栏杆啊、哦、我的男朋友对我说越爱比海更深，好一个王叔叔啊！呢，男朋友一听到广播，马上安怎跳了去，都安尼走嘛？啊，他跳船，然后坐小艇、汽艇就走了。他还在那边忙啊，全部拢累去了，只有一个轮机员，他是最后收尾。起来讲，咦，奇怪，为什么有一个啊杂货底下呢？然后就跟他讲，哎，快点，危险危险！他还在那王叔叔呢。后来呢，他就硬拉的，就跳海，然后就游到海岸。一撑起来时，然后撑起来，伊讲看到查甫的不是因男朋友，后面就惊一跳啊！啊，我是安怎？我讲吼、哦，人家都跑掉，你还在那边抱着栏杆呢。他才真知道说，那个爱不是真的。所以有很多环境，爱它是热的，但是会叫人模糊。真理是冷的，但是会叫人清楚爱了解哈。咱今天来到家，我们看到了一台火车头。火车头呢，它是我们的前辈多年来形成组合的。但是这火车头，它只是一个壳子，它没有动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为火车头，那个火车头出现了以后啊，哎呀，我们就看见，哎，这不错呢，咱就来参加了解去听一下，哇，里面论述跟里面内容非常的好。他需要火炭，接着我爱慕这火车头，我就加入了，你加入了，他加入了，那个爱怎么样会产生的热量，对不对？产生热量以后呢，火车头怎么样就开始气体就会怎么样气气气气就开始动了。火车头有了这个热量爆发以后，它一动了，它能不能走？各位，火车头有了这个能量，有了气，它这个轮子都会动了，它能不能走？能。哇，很聪明、哦、它能走，他结果是乱走，对不对？当时民进党带我们出去，哎，给他轰一声，给他，但你不能动。我们为了台湾，我们的为了民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这样跟他默了。哇，找了啊，那谁来谁去？哎，为什么没给我倒回来？一直盘旋在那里。他有没有热？也热啊。他有没有爱？爱民主啊，爱台湾啊，爱民进党啊。结果呢，糊里糊涂的。那就是欠缺正确的真理，那就是法理的论述。法理论述，我们刚才讲它是冷的，但是它是清楚的，它就是那两个轨道啊。法理论述就是两个轨道。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那就火车头，它今天不仅仅有你有我，产生了的热量，产生了能力，它也会动，也会往前，但是它是清楚的哦。为什么？有两个什么轨道，我们靠在轨道上面，气体大胆的往前，我们越加马力，它越走越快，但是安全稳定可靠，方向确定，绝对不会乱搞。
以前不清楚的时候啊，绕来绕去绕到贪污了，绕来绕去绕到偏差了，绕来绕去让人民们失望了。今天何家在能给爱东也来到家，付出小小的代价。当你跨越到领域的时候，以前都搜寻的思考的好追求的结果都是空的，都没一个结果。但是来到家的时候，哎呀不得了啊、哦、我、哦、兴奋到我去我跟我太太来说，哎呀不得了，我来这上课好、哦、我看到讲咱以前早期努力打拼，好不甲你踅来踅去踅到戆戆，到今今仔日看到这法理的论述的时候，我都好、哦、了解，我越走越明白。但是阮太太安尼讲啊，哎、欸，你笑的呢？我明仔载吼，是毋是找医生来看一下？你有影半盘蒙蒙的嘛，袂烧啊，啊嘛袂冷啊，也过哇，我讲你笑的。有一天咱拄着选举也是迄枚，我蛮足艰苦。登记来，咱拢是支持。阮太太是非常亲，哈、哦，亲热的哈、哦，非常亲，亲到无法度。有一天，迄枚我就坐伫遐，伊讲：“哎、欸，明天投票了呢，立委不投没有关系啦。”哎，蔡英文总是爱投嘛，你看遐努力，遐尼打拼，气势够好，吼、哦，你一定爱迄落啦。我讲老婆，我二十几当来，我拢顺利。今仔日我看到了法理论述了，我够明白，够清楚。今仔日，那尊重我一下好吗？他讲吼、哦，你无救啊！我讲我无救。我嘛是愈郁卒，一坐伫遐，我就看到拄好，FB， 我就讲坐在这里难熬，那种情感放不下，不知道该如何。吼、哦，迄、那个 FB 朋友都来讲加油，啊，拢无要紧，咱行做伙。吼、哦，佫一个讲，我讲，哎，我袂无聊呢，遐尼侪人的支持，我讲你安尼选择是对的。我再去求问太太跟我说，你真的不要吗？我说老婆，我一再的告诉你，给我一个空间。你的归档来我都顺利，今天我要坚持，坚持不是没那个顺序呢、哦、要出门很痛苦的呢，对不对？出门出来这样都是说、哦、都害怕呢，还敢不知道阿妈滚的生没，我不知道呢。但是我家刚升高，讲我来按摩一下嘛好吼，所以了解这种情形的是，但是到尾啊，伊初步了解，其实他心里有数，但是他没有办法放下那个十多年来的感情，所以我来到这里，第一个感动我的是，我们的秘书长讲说，你要看台湾的定位，你要放下你们的情感。啊、放下你多年来的情感、啊、然后呢回到法理的论述去看的时候，你那十几年来的疑惑，十几年的白忙，十几年的这个劳苦，今天就让你知道说啊，我选对了。所以因此呢，伊嘛慢慢了解咱的组织，我入来愈来愈强，愈来愈迄落。后来，我的弟弟跟阿拉弟媳妇拢来啊。我的六个兄弟哈，要够差一个要不来呢？哦，要全垒打。但是他们全垒打，他们走得比我快啊。我老婆还在那边呢、啊。啊，这个也是一个负担，哈、啊，负担。但是呢，我们要清楚哈、啊。我们当然先不谈这个，我们先清楚说，谁能告诉我我到底是谁？有没有常常问啊？问自己。谁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你到底是谁？有人说、欸、你是不是你老爸的？可能是呢、哦、当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明白的人。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谁能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我有一个原住民的歌星啊，他唱歌唱到末了，他就说、啊，他有一段，那是太阳族的话 ，Lucky Lucky， 母萨是印度，他说孩子孩子，你要到哪里去？那孩子回答说，我不知道。然后再问他说，孩子，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Lucky Lucky， 伊玛拉鲁亚巴苏。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所以这个问号一定要回头来放在我们的里头，要告诉我们啊，我到底是谁？又谁能够有谁能够告诉我，我的国家叫什么名字？我的国家叫什么？今天我们一直要把这个问号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这些经过这个课程，听到了这么多的论述之后，我大胆地告诉他，我好叫什么名字，我到底是谁，我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然后就说，谁又能告诉我我的国家叫什么？我也会大胆地告诉他我的国家叫什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非常的庆幸，当你一过了三天之后，你绝对会把将你来的疑问呢、啊，一对安呢剥掉，你会越过越明朗。请求公，那有一个帕子，好慢子，要看你的是不，但怕亏了的时候啊，原来你那么缘投，因为他会清楚明白，啊，清楚明白。所以这些问号对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什么呢？律法依据，有没有人说，有没有这个律法的依据证明我是个台湾人？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法理的论述，才清楚地看到台湾的定位，对不对？所以我们更要清楚明白，常常给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以外，以后，咱嘛有一天遇到人的时，我们也可以把他的疑惑告诉他，让他更清楚、更明白。所以呢，这些东西，国民党政府、流亡政府。藏起来给我们怎么样迷惑，这些答案都没有，都在什么焦灼的状态，是不是模模糊糊？那是别人那看后，好雾弹给你啊，让你在那盘旋，这个功力很强哦。我丢个雾弹给你也不傻傻，你就算是你懂，你还会付出很多的时间跟代价，对不对？啊，就专门在做这个公式。这样叫你迷糊，但是呢，我们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另一中。这写起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帅哥，这是什么？这个图案是什么？那是什么？捆绑，好、哦，那是手哈，手被链条捆绑。但是这个手被捆绑，他手中的那个幼苗。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受到了政治的炼狱的时候，我们还是眼看着我们的儿孙在那里，阿妈，我要怎么走，妈妈，都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他在那心痛，眼眶湿湿的告诉你说，爸爸，为什么你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深深的感触。我们在另一中没有办法解脱，多少年来你我都有这种经历，但我就有经历，对不对？所以呢，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多少人的盼望，有谁能够告诉我，有谁能够引导我更清楚的知道我的定位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在法理的论述上，第一个有了法理的根据，因为我们的秘书长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法理论述上面，我不能做专家，毕竟有我们的专家在讲，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懂得他整个轮廓，从蒋介石做流亡政府的那一年开始，来到台湾，为什么取得？啊，我们以前都在庆祝光复节，有没有？以前幼年的时候，我在部落。
我很喜欢光武节，你知道吗？为什么？一把火，用那个竹子啊，放那个油啊，点火、啊，吼、哦，十几个呢，光复台湾有那个歌哈、啊，呢，看起来吼就、哦、壮观呢，哈、哦，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是，哈、哦，这种悲哀那种行为，哎，今天呢、啊，没有国哪有光复啊？啊，中华民国真的是光复台湾吗？有没有人知道？有的举手，是中华民国光复台湾的举手，啊？是台湾被光复了吗？所以这个问题你要存起来，好好去思考，这几天都会给你答案啊，这几天都一一的答案都会诉说，想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盼望里面回到法理的论述，从这个被捆绑也必须回到 法理的论述，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抛开多年的情感的因素。好，多年来我们热衷这个政党，多年来我们热衷这样的模式，多年来我最热衷保持这样的方式来去寻求我所要的，结果呢，我永远解不开我的这个什么锁链，结果呢，我的儿孙在我的手掌里，在我的眼前一直一直的在那边忧愁，我做父母的不给不足给来维持他做一个快乐活泼的儿童。我们小的时候出来说方言马上 挂牌，所以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笑话。妈妈，你哪里给他去？我妈妈，你给他。因为儿童说北京话，讲北京话来教咱阿妈，所以有一句话讲：阿妈足久无看面影，面影好一个人的名。去北部做工回来是讲：阿妈哦，足欢喜的呢。阿公面影，面影，你哪里给他去了？来来来，阿妈给你看一下，那个语调，那种感觉，我那边讲那个北京话，我也袂认同，讲起来嘛，足啊足奇怪，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政治的练义中，他打倒你这个语言的这个啊通俗文化艺术，他用他自己的领域来去压制你，不能讲方言。我幼年的时候，我爸爸是二八事件的受害者，但是没有被查，他逃掉。这个二八事件他逃掉的时候非常痛苦，他是卑南族，叶卑南卑南族，妈妈是泰雅族，所以有人家问我说你是哪一族，我说我上面是卑南族，下面是泰雅族，加起来叫被淘汰族。好、哦，哎，物质不，好、哦，非常非常的狱卒哈。哦，非常物质，我也说不清楚我到底是泰雅还是卑南还是哪里，我干脆你把它加起来嘛，被淘汰族，这样有行吗、哦、所以呢，但这样的时候以后他就我们就一直弄不清楚。像我父亲到末了那个逃难过程以后，有空我再谈、啊、那个 逃避国民党 追杀的过程我以后会再讲。但是呢，有一件事，他到了中间因为避开一直去一三神学院啊，他学了做传教。哦，刚一到刚台下坐的，讲嘞，哦，闽南话你哄过，卡米诺美古闽话啊，都用自己啊。哎，泰雅族话他不会讲，对不对？他是不是要用日文？所以以前推行都是日本圣经啊，啊，有用日本圣经讲，结果刑警有两位在那边讲到一半，他就把他架着我父亲走。在我眼前看到三次，你说说看，孩子的心里为什么爸爸在说正常的话，还被人架到分驻所去询问呢？还关在那边一个晚上，啊，告诉他，啊，我父亲也很胆子很大，啊，喏，问过之后，他就说问了分局长，你今天要跟我讲，你要用什么跟我讲？你用台语，你啊，我也听无啦。哦、他也听不懂，你是不是还是要用日文来告诉我？那你今天你用讲日文，你也是说谎言呢、啊。所以分局长讲个嘣嘣，平安嘣嘣哎，啊，把办好一等，在我眼前看到三次。所以这个是不是政治的炼狱？各位，是不是在那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政治的炼狱，一直在摧残我们？咱个无讲错哟，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们必须脱离这些，
我们才能够、回到这个法理的论述，才能抛开我们多年的感情跟疑惑，我们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切入来看台湾这个主要的定位。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这边这个论述我下次再会去谈，我们会再继续谈那个就是我们活在政治的另一中，台湾人民生活在另一之中，那个实力我们来，我相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老农民福利怎么样，老农民福利多不多？哦，那么小声啊，老农民福利多不多？哎哎，有一天啊，我一整看榕树下哦，穿短裤啊，衬衫跳卡，吼、哦，够食迄落，吼，够啉茶安尼，好、哦，再下棋，吼、哦，很休闲，对不对？吼、哦，老欧啊，看看安尼，吼、哦，老欧啊，津贴生活津贴有没有最低14500，最高也有，吼、哦，高的19000的也有吧？因为阶位阶不一样，哈、哦，位阶不一样，看病怎么样？免紧，然后水电费呢？有补助 ，one 是 OK， 对不对？好，反观来看看台湾老人，台湾老农民，农民老农民现在就有那个哈津贴嘛，但是你要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之前有吗？没有嘛，对不对？老农民当括号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好奇冷静啊，套炸起来，迄个啥部落跟社区可能看无了，你要在都会区啊，真的很可怜，早上一大早起来。我看那个阿嬷弯腰头背的撒来撒去，安怎？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那个心情你会意会到吗？看到台湾的老人就这样的，必须靠着这样去卖一两块、三四块，累积起来成为下一餐，填饱肚子。每一个街道，城市每一个街道都是老人。你到老农民的地方去，吼、哦，两谁两谁？哎，这公平吗？各位，这不是政治的利益吗？是不是？我们还要让它延续吗？今天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不是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今天民进党在那宣誓，再怎么喊独立独立都骗人耶。我们必须要抛开感情，我们刚刚讲的那是我们热衷以往所追求的，但是越走越清楚，我们不能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宣誓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对不对？民进党是为了，也是一样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才有机会啊，我们才有区块啊，我们才有那个权力啊，我们才有 power 在。我在陈立伟办公室做主任，那个办公室主任特助一段时间，一看那个形形色色，好、哦，我嘛是讲哈，我不爱多加，暗些下班哦，跟他走力娘呢，哎，那个权力我多，你看对，我叫法务部的某某进来，他就来陪我。出警因出警，检察官出来一直来陪我。哎、欸，一个助理尔呢，官员吼、哦、看到助理 A P P 错呢，哦，当来您到、发个文，明天上午9:10你到委员的办公室，或、哦、者开始 B B 错，哦，委员就是拍桌子乱骂，没有办法，你能反抗吗？那个乱象啊，一摊过一摊，一摊过一摊，暗时啊。哦，那个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不是？他们也像贪恋啊，贪图啊，啊，乱弄权力啊，啊，没有顾及到好这个那个什么漂流木是不是很多？弄出来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到末了林务局的事情，很多立委都不敢讲话？哎，林务局是不是好人？就有钱，哦，给你摸个头，哎，你这回不算了哈、哦，来来来。好的，好，你要多少预算？你跟我讲没有关系，你开口我就给你。当这漂流木出了问题的时候呢，
灵务局出了问题的时候呢，A 告啊，他不敢开口，也不敢指责，也不敢骂，真的非常的乱耶。这次那个921以及最近的这个每一次的台风，古关那边流出来的漂流木我们去办理，白道黑道你知道吗？山老鼠台风季节之前他去砍伐，砍了以后放在那个这个溪水源头挖个洞埋在那里，哦，洪水一来就飘出来了嘛。所以林务局不是宣布吗？一个月以内不能动，所有人不能下去选择你要的东西，因为他清楚啊，喝米家一边弄车祸也弄地下不得，然后他切三英三英来，然后他去拿走之后呢，要卖给谁？还不是卖给山老鼠？你看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健全？是不是？所以他各种的方式一直要摧残我们。你看公教学统啊，军公教儿童什么学会要不要付，那个学长会啊，前面还会付啊，然后再补再退给你们呢，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小儿童呢，学长会有没有补助？没有补助。这不是政治的利益吗？他这各角度来去摧残你，垄断你，哦，他是不择手段。老农民的生活悠闲，每天早上起来三三五五在那里啊哈得讲故事，哎呀我冬眠啊，就这样子好干干嘛就可以的，能看到咱老人家就干那干呗，不会这样干吧，那种两个极端的一个呈现，我们难道心不痛吗？我们看到前半段，你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幼苗的儿子跨到跨到伊的身，我们有没有想过，儿子我要给你什么？公孙呢？阿妈、阿公要做什么？将来你才会幸福？咱有时思考无？往往我们都是为自己想，我现在利益是什么？我的人过得很好，咱有时刻给咱以后的子孙，现在开始每一个都负债，对不对？一生下来就负债了呢，是不是？马英九举债是不是功力很强啊？哎呀我这个要补助补助补助，是从哪里？钱从哪里？是不是从你我的身上？是不是呢？这国民党流亡政府是烂政府啊，对不对？所以一直在这样，老年人每天早像我们那个我那里的台湾老人，我们这边他每天早上带的多病啊，痛风啊，忧生啊，糖尿病啊，好，你看你整个你要看都会的每一个角落，那个老的就这样子。哎，真的是，我看我本来有一个阿嬷，我要拍做纪录片，当我买到机器，好的机器，我准备要拍的时候他走了，因为叫做施方泽的故事，我想把这每一个角落拍成为一个故事，让我们提醒我们老人受到这样的政治的利益的成果，我们没有给他更好安居乐业，不要更好的房子，通天比比串会在西亚嘛，赶快会在西亚嘛，去扣那个就那个装修啊，一地够一地。哦，现在他们骑摩托车的技术多好，你敢知？哇，头前安尼一包，后边一包，个边啊，这个幼嘞！哇，技术偌好，你敢知？哦，训练个台湾老人跳都派低棒一级棒的呢，咁好笑，真好笑，但是就可怜，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只是为了下一餐，所以让我就干那干杯不？那个歌哈，真的，我在唱我会掉眼泪。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在那个忘年会也行。我觉得佛老我们的长辈唱那一首歌，它的含义深刻，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台湾老人的景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冷静。这三天我跟你说，这三天绝对是有价值的，绝对让你感觉说好，我来这绝对是有价值的。像我们我也是一样，哦，有这样的环境，但是我突破了这个瓶颈，我来到这里时，我会感觉说啊，好家在。那种好家在不是说我做错了，
好佳哉，我选择，我选择对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呢、啊，真公诚那个公义啊，正义何在？根本拢不公平正义啊，对不对？这一种完全是在他的自我的观念里面啊，造成了许多啊许多的摧残，所以流亡政府实施了一个像我们原住民的状况哦。啊，像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你看他实施了魅族的计划，啊，四五六十年前，那是刚好我们当在生下来的时候，啊，大量的老农民怎么样也计划退休送到哪里，部落对不对？哇，大批的怎么样，啊，送到像离山呐、啊，我们这边离山呐、啊，都是老农民啊，还划地，划一块大地啊，让他们在那边什么耕种。种贵高级的这一个农产品，那资金从哪里来？啊，资金啊，这个退捕会、啊、退出与官兵啊，啊，退捕会很有钱呐、啊，来扶助他开垦，种来种来呀，种西瓜，种什么？什么有钱？搞不样呢？让原住民的妇女，哦，他们的生活很好呢。我们白湾族也是哈。啊、哦，就嫁给他了，然后他们进行一个政策，哇，媒婆陆陆续续出来，那个媒婆啊，很像受过训练呢、啊。老公，你知道吗？我介绍这个哦，做官呢，哦，做上校呢，做中校呢，哇，你嫁出去会很好呢。好、哦，听起来嘛，我袂歹，但是后边就足感动啊。那你嫁给他，你妈妈的生活环境都会改善呢。哦，好处嘛，哦，就变成说，哎，感动讲，安尼好，我会当嫁给伊，我爸爸妈妈生活会改善，哪里不好？阿妹主说，那么好，就这样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这个陆陆续续的训练这一批的深入这个部落的时候，通婚的机会就到了。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原住民从早期我所知道的三十八万，到十年二十年后还是38万，多出了39万，那奇怪，是不是我们没有再生孩子了？但是我回头去生的探讨以后，哎，每一个人都会生啊。结果我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人，那我们台湾人嫁给中国人，他就变成什么？中国人。因为台湾人是没有国籍，对不对？所以呢，生下来小孩子呢，变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少一个？是不是？他不是有计划性的吗？那像我们，哈、哦，跑到都市超过3年，我们的父亲没有三地同胞。到末了，我选高雄市市议员的时候去查证，哎，没有你身份，为什么会没有呢？我说我是泰雅族呢，怎么会没有三地同胞呢？他叫着自动什么消失，所以说啊，我就才知道说，原来几十年来都保持38万、30几万人口，是不是有计划性的回媚？对不对？一个小女孩在部落，在凌晨，在沉睡在梦中，就开始听到重机器的声音。慢慢的怎么样往深山去，从此以后他的部落不再安宁，他就写了一篇故事，那是真人真事的故事。一看大卡车往前在什么砍伐所有生灵的好树，对不对？我在三十六年然后6岁啊，开始从那个，当然这个40年开始，38、39年，连我们的松罗国家步道，有没有人知道松罗国家步道？那以前他们这个十轮卡车都进去砍伐，然后就慢慢的扩展到太平山、土场、乐水，啊，第一次车辆啊，早点车就是军车就载的，甚至军车啊，它后面那个是软的嘛。所以有一次在我的印象中啊，那个拐弯刚好车下面车子有来，他紧急刹车，那个阿兵哥啊很可怜的，是我们的儿孙呢，一刹车后面的这个木头怎么样，个当压扁了，
啊，他们就采取像军人之后，马上就买了一个红色头大的车子，去载运载运的木头，啊，他们就进行这个啊，进入了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把这所有的这个砍伐木头都运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然后呢，有许多军官退下来，他的位阶比较高，啊，不搭不起恭维，恭告过别练凳，啊。有时候为了这些事情，害得我们啊，北桥区靠北店的靠北山那头读书啊，不是无无法度通啊比。我们的这个起跑点，就比如输给别人，就是这一群人。啊，在我的那个接待，利用晚上时间，啊，是我的学妹。啊，利用晚上时间叫做补休啊，补啊，补到哪里？补到他家里去，补到他们家去，就开始一段时间就性侵了。性侵到末了，当然是他的女，他那个学生呢，就变为他的太太了。哎，这合理吗？我们许多丑陋的事情，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以此利用人海战术，做这个深入的部落，把你稀释掉，把你毁灭掉。我们有时候想想啊，理所当然的啊，我生活改变了呢。吼，以前没有口红，现在有口红呢，对不对？我们还是在那边自乐呢。哦，好家在我嫁好一个老欧啊，你不知道他背后的阴谋，要把你这个主完全灭掉。为什么都坚持九呢？九主，我们原住民只有九主吗？阿米斯诺，是不是？啊，这是官方版十四主啊，实际上是在这个早期啊，最早期了。我们是250万。最早期，好，全部24族，那南沿海的平埔族也很早期被同化掉了，对不对？像我们卑南族，汉化速度很快，所以有形无形的把你用这种计划模式把你毁灭掉，我们都还在那边自乐呢，吼，我让你送呢，对不对？所以爱搞这样。我们真的要觉醒，我们今天做不起来，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努这个又用功的话，你回头看看你的儿子，现在学校一出来他就要去付贷款了呢，有没有啊？现在我们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回来了，就开始就要说下一个月要分期，妈妈没有钱，哎，你自己付了哦，很辛苦呢，晚上还要加班啊，读夜班，这种的情形下，你看我们的子孙现在变成说一生出来都开始有债务啊。我们有没有为这个思考过？我们去思考这种的国家，这种的流亡政府摧残幼苗，灭族计划，恶毒，无良心，这搞民堂啊，你看看这要考起来的那个国民党啊啊，搞名堂啊！我们必须要痛定思痛的了解这些策略。他今天在那边是流亡啊，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是啊失去了权力，他跑掉了呢，对不对？他逃难呢。那今天逃难，因为求救这个麦克阿瑟，让他再到这里来，第一批再到这里来到基隆，第二批他们在越南的排到高雄，这些人来到这里。然后能够筹成作为一个政府，哎，刚才我们不是听了吗？秘书长讲，战争法里面怎么样？流亡政府在那个地方不能征兵，对不对？不能向当地人民纳税，对不对？但是他已经违反了战争法，结果他大胆的纳税，好，我们去差一块钱，他马上通知你哦。哎，一块要爱缴不完那个加倍哦，停车费30块。超过那级数就80块，再来就120块，再晚就300块，嚯，这么些喝谈，就喝谈，对不对？所以这个政府就是这样子，没有人性，啊，毁灭、恶毒、不良心，我们必须要从今开始了解，哎，要很清楚的明白。所以原住民的人口数，我们刚才讲过，慢慢的递减，啊，慢慢的递减，难怪数十年来原住民人口一直是停留在。啊，38万，那我可怜，哈、哦，我那弟弟嘛，三四个，啊，你刚刚起来嘛，6个今嘛变成几个，3倍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停留在那边？那最近是因为
慢慢的这十四组出来了啊，多起来了。但是那当然那一次原住民今天我常常讲，我是他不客气，我得跟原住民讲，你爱什么你？选举的时候你说有没有带来？什么带来？2000、3000，你马上转向啊，对不对？我说你今天穿原住民的衣服，你凭什么穿原住民的衣服？你以前穿原住民衣服，你敢走出来吗？不好意思了，我是身体同胞了，没有尊严呐，对不对？谁给你没有尊严？现在还好，从阿扁政府做起来，他穿上原住民的衣服之后，我们个个都穿原住民的衣服，就觉得怎么样？哦，就我那样啊，每个韩人朋友说：“哎，那么漂亮，我也要，哪里买？”原住民的衣服就开始文化呈现出来了。这个是小小希望，但是呢，不是完全希望。但原住民的政策，从台湾民政府，哎呀，不得了哎！我心听了以后，我那个高雄州的跟那几个说：“嘿，我可以当抓那个原住民那个不？我可以当国语原住民不？哦，福利那么好。”以前在阿扁时代到末了都有一个叫自治，好，他们本来是要自治区嘛，有没有？一直闹得要自治区啊。结果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你搞什么自治区啊？悔都已经来不及，还搞自治区，就搞几十年呢，还停摆在那里。所以我常常讲说，你有救了，啊，怎么会有救？我说不了，我已经弄了十几年，我哪会有救？你转到这里看一看，台湾民政府让你去完成那个自治区的那个什么盼望，那个愿望。然后一到这里，听到了我们的秘书长讲诠释了整个过程之后，哎呀，原住民有希望了，我们台湾人民有希望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更能够清楚，我们必须要用心，因为这两天的课程越来越深，越来越棒。你越听要努力的写笔记哦，毕竟我们有时候会忘嘛。笔记重点就好了，回去你就慢慢的回味，去听一听，了解一下。那这种课程一过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棒，对你对整个来讲都棒。所以上次我也讲过，像那个居住房屋老旧啊，要维修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弟弟他们，我们那个我爸爸留下来的房子，因为台风来是不是很危险？哦，旧了，我们要维修啊。他马上来了什么一个行政命令，不准，哦，不准，还有这就限日期要拆除。你看，我们动了，我那个老六在那边动了，还派两个怪手要去打他拆除。一通电话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啊。我说你拆除，这不是个案哦，这是通案哦。啊，他连这种连旧的房子要维修，为了安全，为了儿孙住在那边安全也不行哎。不能去碰，不能碰。那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流亡政府最会下什么行政命令啊？法律他都可以不管啊。像郭牧师昨天晚上讲，你看电视报道那个什么，五月几号就职，20号，他现在就上任了呢。副总统，对不对？还没有当副总统呢，他只是当选而已呢。现在内阁都开始就任了，你看看。哎，真的是懂得法律那个法律吗？他们这些人不是人呢，法律是他们家盖的做的呢。所以啊，那个习水德说：“哎，换你是阮兜开的，对不对？”所以不干哈，我们不能违法，违法的话叫遗产没，是不是这样的？不公平嘛，不公不义啊！哦，连修房子还要行政命令，要把我们拆除啊！中埔那边啊，那个。埔心还是内部那个什么，东埔旁边不是盖的很多的那个大饭店，很漂亮吗？你眼睛一看，边阿家差不多有18户还是十几户原住民铁皮屋。我说：“哎，这边那么棒，你为什么不盖啊？”我说：“没有办法了。”我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有一个叫做不成文的规定啊，你要盖可以，政府也会给补助。”但是你要满300平才能盖房子，哎，拍谁？我300平，我有钱我就那个了。
啊、还叫我这样，这种规定使他永远不能盖，对不对？所以这种情这个情形真的非常的恶毒啊！所以在这样情况，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一次又一次的毁灭，用这样的一个手段逐渐的逐地的毁灭你，这个流亡政府的心态我们很清楚了吧？但是呢，我们所热爱的民进党，他确实一个在哪里负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宣誓，我是立委，哎，拍谁啊？所以民那个我们的主席不是在讲吗？你哪有资格讲独立啊？你独什么立啊？今天台湾是谁在战争啊？这个是主控权是谁？美国嘛，对不对？你凭什么？美国都还没有说 yes， 对不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天皇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越清楚，我们就大胆的告诉朋友嘛，甚至拍胸部嘛，哎，我给他摘啊！台湾的主观，台湾定位，我跟你讲，免听我讲，我请你来，三天就好，你比我较高，三天，三天准讲偌济钱，3000块啦，哦，再来休息两天的工钱啦，你来到家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你要等也是讲，子孙的免惊，惊拄着民，迄个台湾民政府，哎呀，袂歹，你以后吼，迄欠迄个政府的钱，以后拢无啊。台湾民政府从今天开始给我们新的福利、新的政策。好家财，我提3000块、5000块，吼、哦，歹势吼，我拄仔讲3000块是对原住民有优待啦吼，歹势吼。为人做工，即马看无，啊，5000块是咱吼，也咱较有钱嘛，咱较巧，对不对？即是讲总理甲秘书长的心吼，讲啊，原住民营养即马，因讲一定会过年，写一年啊，看花，原住民破落来底，痛苦可怜的太济太济，因讲目屎流，感动，所以吼，咱安尼明白了解了，我感觉增加国爱更加强。今天去咱这几个，今天回去，绝对爱向恁的楼顶、楼卡、边啊、左右邻居爱讲，爱讲的条件是安怎？来认真做功课，做功课了，咱就有物件来讲法律论述。哦，好佳哉，这点我免惊。我上课上三天，哎呀，我了解啊。哈，但是我唔是专家哦。吼、哦，我甲你讲，你爱听系某某人讲的。财经的那个总理哈、啊、一级棒啊，他那个分析能力太棒太棒，啊、哦，法理论述，哎呀，咱这啊这个秘书长，那何瑞远，哇，安尼这三个讲起来，咱都好、哦、非常的清楚啊，对不对？所以你啊大声讲，这回后回你就带人来，准讲我带人来，赶快，我们要陪他们来，可以温馨感觉，帮助。扶持让他来听课，好、啊，如来如解，好、啊，如解，请求我对面家帅哥哈，嚯、哦，就感动，马上哈、啊，为了他们，他就买了好多书哦，哎，爱情吗？要啊，为了他吗？不是啊，我就问，不是，我要给他们知道，哇，这个书太棒了，哦，买一箱呢，哦，买一箱呢，那就是他明白，他渴慕。他渴望，他得到了，饮了了，哇，会解啊解渴。伊马上想到伊边仔的人啊，伊也毋是枵到要死，啊，喙干到要死。我遮台湾民政府全杯供应，伊就马上起来做分享。安尼将来伊迄边遐的规个听懂也起来，对不对？咱即马需要人，哦，爱加强需要人。即马即毋是传销，即毋是啥？那是理念法理论述放下但都要讲放下多年来的情感然后回到什么哎呀回到什么来欧吉桑要回到什么阿米斯诺用感情吗哎呦国民党很好呢哦他每次回那个选举啊来了很奇怪哪里不好放在这里会热热呢睡觉会很安全呢一个晚上就没有了，喝酒没有了，很多状况之下，这是一种提醒。当我们寻找寻对了，大胆往前，不是你孤单，
众人都是我们围绕的火炉一样嘛，你是火炭，我是火炭，你是火炭，我是火炭，一烧起来，哎呀，那火焰呢，然后产生爆炸力，然后产生动力，火车头怎么样？啾啾啾啾，哎，我们不是乱跑啊，不像民进党在这块，他是火车头，我们以前的火车头啊，结果他乱跑，没有轨，没有法理的那个轨道啊，所以那我手到贪污了，啊，所以我到比较紧啊，那今天好加在。法理论述做我们最冷最不干净的还有轨道，它是冷的但是没有感情，但是正直的它是有方向的。火车头台湾民主国康瑞啊，五力五卦做火炭啊，我们未来不是梦啊，我们未来都是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为自己掌声鼓励，谢谢。非常感谢那个 Sakai 给我们这一场精彩的演讲。我第一次接触到 Sakai 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怎么充满活力啊，然后非常有说服力。我第一次 见你那边是在屏东的三地乡三地门那里，我觉得他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人才，很感谢他来给我们这一场演讲，再度掌声给他鼓励鼓励，谢谢各位，谢谢。给你，我来给你敬仰，给你，休息十分钟。